康文，你怎么这么拧啊？你今天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吃了你。小雨，你到楼下等妈妈一会儿。你不用走，我明天出差，回来就给你办手续。没事儿。我都跟姑妈说好了，去她那儿住两天。这两天她身体不舒服，我刚好去照顾她一下。不用，不沉。哦，对了，协议书我都签好字儿了。就在电脑边上。你跟那查重视点钱，不然能重死。哎，你本来他牙骨婆婆，现在还救我了，好把我查的服服。那做什么？叫我婆婆，现在我还到那渭南培训去。那你说俺几个就俺上大他着？哦，交了100块钱，那现在多长时间？还给你还交100块钱？哦，是为啥不要？要走不走？咱看便宜去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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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一然，你在这看出租啊？还不是托你的福。啊，你还回来干啥？写报道啊，我还能干啥？你还写报告？水泥厂都叫你整黄了，你还报道啥呢？再来一碗面皮儿。该这么做就是有点辣。来旅游的。我是本地人。你就是外地人，我也不会找你要钱的。我真是本地人。行，你是本地人，我是北京人。5块。面皮还挺筋道。嗯，挺好吃的。关雎鸠啊，嗯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窈窕淑女是稀缺资源吗？来，给我俩拍个照片吧。来。
回来了。待几天呀？没几天。哎，那你现在当啥官着呢？婶儿，康文吧，婶儿。哎呀，啥时候来的？刚到。哎，赵大北，咋了些？不认识你大北了？这娃跟你小时候一个样，叫他开个口，难唱的很。哎。这一晃都五六年没回来了吧？啊。来，喝水。小玉也上学了吧？上了。快得很。说上子上学了，你看。在北京，把新房买了吧？等等再说吧，现在房价涨得厉害。那你工资也涨了吧？现在一个月能挣多钱？来，抽烟。我不抽。不抽啊。婶儿，我给你抓点药。这钱干啥嘛？没啥用。这娃，少抽点烟。你这次来是找吴传劳的吧？您咋知道的？嘿，我货都来了两趟了，问你到没到？你别看，我一会儿还得来。他建立为个国宝，国家能给他奖励多少？说不好。哎，了不得了。哎，大叔，吴栓郎家住哪儿啊？康文，我就是吴栓郎，不认得我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十来年没见了。二十年不见，我都认得你。咱村就你一个大学生。村子变样了，我都找不到你家了。胡说，你不忘了俺屋门口有棵大槐树，每年结槐花的时候，俺妈都给你做槐花馅包子送到你屋去。是。哎，以前坡上就你们一家，怎么现在多出好几家来？都空了，没人住。坐。哎呀，村长说，早该宣传宣传了。上一回顺义场没事情，
窝囊的很，这一回啊一定要翻个身。有朱鹮就证明环境好了。嗯，你不知道我娘娇气的很，环境不好娘不会来，要不然那么快就灭绝了。妈妈，我串门去了。他身体还好吧？一天串八趟门。哎，就我那个儿子熟悉啊，让我操心的很，成天在村头的网吧，他奶也管不了。小孩子都爱打游戏。哎，我也没时间管他。我跟他妈呀，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，忙得很。不错啊，当老板了。哎，咋能跟你比呢嘛？哎，朱鹮呢？啊，忘了跟你说了，咱们原来那个班主任袁老师，前两天老了。什么？袁老师老了？他今年七十，七十三，七十三八十四，阎王不叫，自己都气。老一辈的人说呀，袁老师德高望重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朱鹮，怕是有啥关系呢？就让我把我鸟放在家里去拜一拜。哎，咱走。哎，说不准你这次回来，还是袁老师把你叫回来。啊，来，收一收，记下来的，老翁家的啊。叫啥？康文。来客的，小子迎客。康总。属驴的，带住都胡提。人家都磕头呢，凭啥他鞠躬？人家这是北京的规矩。到咱这来吊丧，就按咱的规矩办。他是冲我而来的，袁老师的事情是凑巧。冲你？我不是捡了一只朱鹮吗？村上说想让他采访一下，我要上报纸了，说不准还能帮我宣传一下我的面皮儿呢。朱鹮，我不是马总梁才用的吗？咋飞咱这儿来？那我哪知道？那马圈也有心不见家的时候吧？朱鹮，哎，我好像是。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呀，对吗？国宝，咋？好事，好事，好事呀！飞来只朱鹮，
北京记者再来一报道，咱现在评上个环保模范县。哎，说不来，跟旁边玉屏县一样，再划个保护区。水泥厂再一撤，青山绿水。从此之后，在这儿的人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了。好事，好事呀！哎，水泥厂为啥要撤呢？你要撤了水泥厂，那俺哥、俺婶儿下岗了，全村一半的人都失业了，吃啥呀？活啥呀？你都没有损失，你咋光想着自己呢？那顾全大局呢嘛？啥大局不大局的？民以食为天。哎呀，我咋都没有想到呢？那你说，咱该咋办？上次咱们班搞同学聚会，我正好出差。你在北京，我大师结婚呢，肯定忙得很，这俺都理解。哎，报社挣钱多吧？哎呀，都快倒闭了，现在谁还看报纸啊？谦虚啥呀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房子在计划卖着呢。对北京还挺熟啊。现在都拿手机看新闻呢，我啥不知道？北京的我房价跟火箭一样，都快窜上天了。你们我随随便便的都是千万富翁。我可不是啊。咋？怕我跟你借钱呀？你媳妇是干啥的？是电视台。明星呀？哎，哪个哪个哪个？哎，她是后期，搞技术的。少谦虚。你从小就挺找女人的。哎，袁老师到了，也没去医院啊。像咱这种穷地方，老人家病了都扛着呢，你就是死拉硬拽拉他去医院，他都不会去。更何况像袁老师这么倔的人。是，他脾气是。坐。哎，当时在咱们班上，就你敢给他犟嘴。我都是仗着袁老师爱听亲戚，俺姑父又是县剧团的老生，咋呼几句。其实，袁老师最看得上的人是你。你现在？我离了以后就没钱。不是这意思。啊，我做销售，在万鹏的水泥厂呢。哎，我在县城碰见咱们班刘玉然了，拉出租呢。啊，他原来不是也在水泥厂做销售吗？对，我把他定了。我都是因为你的报道有他的功劳。这么说，是我害了他？少胡想了，那你还帮我了？来。喝酒。张晓。回来的，刚到。来来来，看看这个生意，你还忙活，文文你陪着扛完啊。
吃包子，韭菜馅儿的，花花早都歇了。我吃过了。你尝尝，尝尝。尚老师，你要回来，还真就回来了。哎，婶儿。啊。那只朱鹮，您见着了？见了，好看的很。追踪鸟，以前来过咱们村吗？哎，还是我们小时候见过，那时候呀、啊，不叫这名字，叫红鹤，都说是神鸟，轻易不来，来了，天旱也下雨，家里有人得了怪病，都好了，能分家的也不折腾了，以前鸟多得很，后来越少，自从任万鹏办了水泥厂。啥鸟都看不见了，要我说呀，你姐发的好，我矿是在村上的矿，凭啥让他一个人把钱都赚了？你说得是？那您还记得是哪年看见的吗？哎呦，我早了，记不清了。妈，妈。你晚上啊，跟舒淇到俺哥家吃饭，我跟康文几个老同学聚一聚。我舒淇啥时候在家吃过饭？你自己去。我不去，我家还有包子。双浪，聚会的事儿回头再说吧。采访完了，我得赶紧发款。咱老同学一场，你难得回来，你说咱多大年龄了？咱现在是见了一面少一面，不就是个采访吗？你问吧。十分钟的事情了。对呀，爹呀，爹呀！一会儿，哎，让你妈晚上早点来啊。相亲的。任万鹏家，别嚷了吧，有钱就是任性。走。哎，我知道你有心思，是不是上一回水泥厂的事情？都过去了，人家又开张了。走。我还是回来。不行、啊。这一次同学聚会，还是人家张罗的。为了请你，人家专门从县城请来个厨子，不能不去。走，哎，不行，赶紧，赶紧，咱们这的来。咱们来了，康记者来了，快坐。这是村长。啊，村长。哎，哎呀，康文，你在门口干啥？来来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哎呀，来，坐位，坐位去。我还坐这儿。哎呀，我是万鹏专门给你留的位子，去去去，坐位去。村长，您德高望重，还是您坐这儿吧。康记者，咱袁家沟起死回生全靠你呢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我还是坐那儿吧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好，北京人讲究多。该坐哪儿就坐哪儿吧，啊！做菜上去了，他还在袁老师家做流水席呢，说让咱先开始，不等他啊。韩师傅，炒菜，来。一会儿啊，有羊杂碎呢，你可得多吃点，你在北京可吃不上我。今天难得请到北京的领导，我代表袁家沟表示欢迎。不是同学聚会吗？咋成了欢迎领导了？我一个小记者算哪门子领导？哎呀，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，北京来的都是领导。我们去了呀，就是来凑凑热闹。一会儿就走了，你们几个老同学好好叙叙旧。
村长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哎呀，来来来，不管啥意思，先干了再说。来，干来来来，干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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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羊杂粉来了，来来来，放这儿放这儿，小文多吃点啊。哎，趁热吃，趁热吃，啊。小三，小三，你父母呢？不一块吃啊？啊。急火火的看秦强去。袁老师老了，你说我这当学生的，咋还不请个戏班子，唱上三天五夜的？袁老师的葬礼办的这么风光，多亏了任总了。你们这些同学都是咱们村的精英。袁老师活着的时候，就是你们这一届肯定会有出息。任总呢，开了个水泥厂，大企业家。我去过县城塔屋，哎呀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大别墅呀！考完考到北京，当了大记者。吴山老呢，在县城开了个饭店。佟文文也是。哎，对对对，女强人，给咱村办了不少好事儿。我算是个啥嘛？我就是个混日子的。不过他们几个确实优秀，尤其是康文，我简直就是袁老师的心头肉。哎呀，上学的时候，袁老师最看不上的就是我。人家批评别的学生咋说？哎，任万鹏都想明白了，你还想不明白？哎呀，没想到呀，到了今天，袁老师最能指望得上的，就是我了。我来晚了。刚忙活完，嗯，张婶，过来来来来来，过来来来，你坐坐，你坐坐，来来坐这儿坐这儿，张婶坐，来，都喝了一轮了吧，我补上。好，慢慢慢慢，哎，这几天可把你忙坏了，这么多年就干这个，习惯了。上个月大湖村哑巴娶媳妇儿办了七天，我都没咋费劲。今年结婚生娃的多，忙不过来。哟，那这一年下来，你挣不上你吧？都是辛苦钱。你也知道，俺娃现在腿不行了，我就多干点呗。哎，那姐夫呢？姐夫还在广州打工呢。他挣的还不够他一个人花呢。哎，对了，任总，你捐给小区20多台电脑，几次到位呢嘛？啊？哎呀，着啥急？又不差这几天。在这学校的硬件，多亏了任总，哎，又是配校服，又是建篮球场，任总真是没少花钱。嗨，有啥用的嘛？我忙活了半天，人家写几个字，把我从脸锅端。哎，万鹏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康文也是为咱村人好。你还替他说话呢？你忘了他一考上大学就把你蹬了，跟个啥？高干的女子，你忘了？任万鹏，我知道，你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可凭良心讲，如果我不写那篇文章，你水泥厂放出来的灰。是不是把咱们村整个给埋了？你真会说漂亮话。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环保，还不是想自己弄点成绩往上爬？哎，我咋就没见过人家别的记者祸害自己家乡？你写几个字不要紧，水泥厂停工了，你整改就是几个月，咱村里的劳动力都走光了。袁老师为啥走得这么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儿子孙子要到浙江打工挣钱，谁来伺候袁老师呀？你自己想一下，袁家沟是不是被你害惨了？你问一下村民，有哪一个人不骂你的？任万鹏，你这是干啥呢嘛？说好了咱同学聚一聚，你怎么能捡点好？
够怂样子，寡迷十年的，连个家乡话都不说，还盛装北京人，看着他都来气。任文鹏就是小娃脾气，你别跟他计较。他的水泥厂以前虽然说是有污染，但咱村不也是指着这个水泥厂吗？再咋说，他没有亏待过咱村人。你说的是钱的事儿，可污染是命的事儿。眼下这年头，没钱花，空有一条命。不也是我呢？要钱不要命，我们袁尚命就那么贱。你没事吧？生在这里。就是一条贱命，有事没事又有啥区别？穷人拿命换钱，富人拿钱买命。尚卿，以前的事儿是我。以前的事不提了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有啥看不开的？人往高处走嘛。我也希望俺娃将来也能寻个城里的媳妇儿呢。那个帮你做饭的是你儿子？嗯。腿怎么弄的？不说了，明儿早还要忙活早饭呢，我先走了。这么多呢！哎呀，哎，你说，哎呦，我怂样子啊，还老同学呢，你把我水泥厂弄垮了都不能说你。哎呀，说，哎，你说些，不就是个出钱设备吗？啊，咱抓全套的，明天。你们还带他去看啊？我照样挣钱。看啥？你看你，哎，你把我吐了，吐了，尿撒吐了。你说我出身是被你死抓的啊？你都用过没有嘛？人家还看啥呢嘛？你咋刮来的嘛？啊？我机器一开，这费我费，我不要钱。要钱呢，要钱呢！哎呀，我知道要钱呢，我又不是记者，你跟我急啥呢嘛？哎，等检察团来了，再走开啊！哎呀，人，都看秦香去了。
当了没眼挣的钱。行了啊，你可千万别离婚，我不会跟你的。为啥？咱俩现在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？结了离，离了再结，我有啥意思吗？你个女人家，那你总得要个娃嘛你。要，娃是肯定要要的，就怕你没我本事。康文呀，你看，你我单位里边儿有没有干体力活的我才是？啊，我看看，哟，烫的，你兑点凉的啊。小景跟他媳妇儿不是在榆林打工吗？待不住，嫌挣的钱少，光想往大城市跑。你要是能帮的话，就帮他一把。婶儿，北京可不好混啊，物价高，房子贵。哎，也是的，在哪混都不容易嘛。来，咋样？正好，康文呀，前一厢我梦见你妈了，那拉着我的手，一个劲儿的叫康文儿，康文儿。我说快了，康文儿过几天就来看你啊。7月15那天。我跟你说，到你爸妈我坟上去烧了些纸。这次你回来了，到你妈坟上去看看，啊。老妈，老妈。哎，婶儿。咋了？没事。朱鹮不见了。这朱鹮不会被人偷了吧？哎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偷它做啥呀？没用。哎呀，也是飞了，飞了好，飞了好。反正鸟呀，也不是在这儿的，可能是飞回马宗良了吧？为啥不能是咱这儿啊？马宗良有自然保护区，咱这儿也可以有啊。你还真这么想？啊？可以有，可以有。找找吧，如果不是被偷的，兴许还能找到。一个伤鸟，走不了多远。照片都没拍到，这次任务是完不成了。那你可以卸一下任文鹏和水泥厂的新气象吗？谁让你这么说的？任文鹏？明，他给你啥好处了？啥好处哈处的？咱都是同学，井沟子长大的。你得是小学就跟任文鹏家仇了。小学？5、6年级。我唬上你，唬上你。哎，说说呗，看我能不能想起来。你都忘了我说做啥，不嫌母乱吗？都多大年纪了，谁还计较小时候的事儿？
说吧，我就当笑话听。任安鹏得是大过你。就是有一回上课的时候，老师把他叫起来，让他回答问题，你还不会，老师把你就给叫起来，你一下就说对了。老师就说：“哎，任文鹏，你看看人家，啊，再看看你，哎，你有啥得是让猪给拱了吗？”全班都在玩笑呢。下课以后，娃们家还笑呢。这事儿我记得，可他没打我。那任文鹏后来跟俺说，他把你爹了一顿。陈谷子烂子嘛，不说了，再会。啊。袁老师，康文，睡吧，保险。肥油。肥点油怕啥呢？咱娃以后要考大学，考北京去。妈就想去北京，以后啊，妈也去给你啊享两天清福。Thank you.
放松。哎，你好。拍什么呢？都是你拍的。嗯。拍了多长时间了？一直拍呢，拍着帅。腿是怎么弄的？啊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。水泥厂改造呢，在屋闲不住，就跟表哥去打工的。嫂，北京有没有我能干的活？想去北京？嗯，我想想看。不用了，他现在这个样子能干啥呀？他小伙子总得出去锻炼锻炼啊，你也不能管他一辈子。我怕他又出事，他现在这个腿在外面要受欺负呢。孩子挺想去的，他就不愿待在家里头，腿都成这个样子。病了？干啥？孩子的腿，我有责任。跟你有啥关系？哎呀，就是一点心意。腿是钱能换来的。哟，这一大早上的，你俩唱的是哪一出呀？顾家坡，冤梦重温。文文，我是你的臭嘴。上谦儿，让我借用一下康文，行不？跟我有啥关系？康文，走。干啥去？哎呀，你先给我走下。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喝的酒度数有点高。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是说俺厂里有污染吗？俺把全套设备都买了，绝对环保。今天去看一下。
跟你我大城市得是一个水平。我不是针对你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袁家沟的空气。你自己不也住在这儿吗？我县里有房。那你父母还住在这儿呢？你挣再多钱也换不来命，不是吗？你错了，我真不是为钱。那你是为什么？我是个大老粗，没文化。康文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你不懂袁家沟。老人，谁老了？我咋成老人了？我比你还小一个月呢。是吧？死，又不是头一回了。这家伙跑倒挺快。任万鹏就是个长不大的娃，我看他平时咋咋呼呼的。你跟他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都行，智商高的最好。要不你跟我帮个忙，老同学信得过。文文，看你像个童男子。可真不惊动，我们年龄都不小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文文，找个靠谱的嫁了吧。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反正都一样，还不如寻一个养得起我的。你以前那个男的也不穷啊。啊，他爸在县城也算是个官，能给我安排工作。那后来呢？县城太小，闲话太多，压抑的很。我想去西安，还有人死活都不同意。所以就离了。那怎么没去西安啊？你管你！现在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？高兴了就在一块儿，不高兴了就各回各家。康文，在同学里头，我都是没办法在你面前装。你这个人呢，不会说应景的话，不会给人面子，跟你谝一下吧，非得掏心掏肺的，累。我觉得不累啊，我觉得装着才累呢。那是因为你是康文，俺不是。
从小你就是最优秀的，老师都爱你，你不用看别人脸色，也不用向谁低头。也没有吧。其实上学的时候，任万鹏一直想跟你套近乎，你就是不招致他，弄得他还挺自卑的。有这事儿？啊！袁老师当时夸你的时候，一直拿任万鹏当反面教材呢，啥懒呀、笨呀、厚脸皮呀、不学无术呀。袁老师就那样。所以他一直想证明他是有出息的，比你有出息。后来他发财了，就经常回去看袁老师，买各种各样好东西看他。一见袁老师，他就提你。他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让袁老师难受。他证明了呀，他确实比我有钱。哼，看看看看看看看，看你这口气，还是看不起他。我真没有想到，他会一辈子跟我较劲儿。那是因为你已经混到北京去了，你有你自己较劲的圈子，你不会再回头看俺这些人了。看这些设备，还不错吧？其实任文鹏就是想让你给报道一下，咸鱼翻个身，他也不容易，花了不少钱呢。我这次来是报道朱桓的。朱桓不是飞了吗？你总不能白回来一趟吧？好歹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嘛。任文鹏让你来做说客，美人计行不？要不就给我做点贡献。文文，我们是同学。同学咋了？你得上劲儿别是同学嘛。我可不介意把我甩了啊，不想上气儿，想出一身病来。啥？啥病？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装啥呢？今天早上上气儿都快咳死了，你没看见啊？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，这病跟你没关系，是这几年才得的。我能帮你做些什么？求求你让我帮帮你，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些。等我想好了，告诉你。
追过来了。那女的厉害得很。任万鹏呢？他早就走了，把爹妈往家里一撇，丢人。哎，朱桓还没有找到啊？没有。吴双郎，你可别骗我啊！胡说啥呢？我骗你做啥嘛？其实，我也很怕袁老师。还记得高三那年吗？咱们都很少回家。县一中的宿舍也没有电话。我妈病危的时候，我爸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来找我。可袁老师死活不让他见我，听说是脱下鞋把他打跑的，一直追到校门口。一个月以后，高考结束，我才知道我妈已经死了。后来我爸跟我解释说，他当时拗不过袁老师，只好骑着车回村里去。骑到半路，停在路边就哭。咋想起来是过去的事了？你们都觉得袁老师对我好，总拿我挤兑你们。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躲着的。我知道你一直不服我，可袁老师的意思不过是希望咱们都能出头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想跟你比什么，更没想跟你过不去。上次报道水泥厂的污染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咋七拐八拐又拐到这事上了？你说你不是针对我，你针对谁呢？你针对袁老师的，你针对袁家沟呢？你还不是嫌俺土，嫌俺太落后了。
袁老师。袁老师，袁老师，袁老师，七雄。十死明破！起哟！一个不剩，行，谢谢胡总。嗯，想回啊？行，走。那泡东西先过去了。哦，走呀。哎，康总来了。哎，康文来了，吃了吗？吃了。啊，康老，你出来一下。哎。盛老，袁老师也入土为安了。本来我这次回来呢，就是报道朱桓的。可鸟飞了，我也得走了。康文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让你白跑了一趟。山老，你没瞒我什么吧？啥意思嘛？昨天早晨，我看见你跟你儿子抬着一个桶，去原上了。你都看见了？死人弯棚，然后把尿藏起来。那朱桓现在在哪儿啊？朱桓是国宝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没了，你是要负责任的。完了完了，这回真的飞了。不是飞了，是被人拿走了。为啥呢？你拎来的那个桶呢？啊！尿你啊！尿你！让开！朱桓来！
要弄，磨练。你妈再说。你给我好好说，有没有告诉别人？告诉别人了。你不试试，这麦子没人敢要吗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打！别跟我说话了。你胡扯啥呢？我可是冤枉你，老叫你都不会。这次要不是我耐心，你说我别你还不会回来。你知道我跟你妈的饭店有多忙？啥饭店嘛？就是推个小人卖面皮去。哎呀！好呀！你再仔细想想，昨天藏珠环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？没有。岳文鹏，出来！岳文鹏，谁呀？干啥呢？深更半夜的。朱华呢？你问我干啥呢？你不是让我把鸟藏起来吗？现在没了。你的意思？是我偷了，那不是你，还会是谁吗？康文，你为啥老跟我过不去呢？我没跟你过不去啊，我就是告诉吴栓郎，朱环是国宝，不管他是丢了还是死了，他都要负责任的。一个鸟不见了，你喊着负责，人呢？人咋不负责？你知道不？你最应该负责的是伤情，他这一辈子就是被你毁的。是你对不住伤情，他的病就是在水泥厂落下的。水泥厂那么多人，人家别人为啥不得病呢？就他得个肺病，啊？就没有其他原因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水泥厂的粉尘污染那是事实啊！好，咱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对不起伤情，就非要把他得肺病这个事情算到我的头上，好像你灭了我就能给他补偿一样？什么叫算到你头上了？污染的地方多了，你为啥非要跟袁家沟过不去呢？啊！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袁家沟好，可你爸妈走了之后，你回来过几回？你咋知道啥才是对袁家沟人好呢？可惜袁老师不在了，如果他在，我真想让他给咱评评理。到底是我任万鹏对得起袁家沟，还是你康文？当然是你任万鹏了。你让大伙待在家门口就能挣钱，你多么功德无量啊！当初袁老师啊，就应该多骂骂我，省得我现在不成器，只能当个没本事的小记者。你知道你多招人恨不？咱们袁家沟这么多年都出了你一个大学生，我要是你，我都冷怂的往上爬，学曾国藩、张居正，八抬大轿，吹吹打打，衣锦还乡，俺跟着你也能沾点光。可你呢？你都干了点啥嘛？任万鹏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嫌弃你们。嫌弃袁家沟，嫌你们落后，嫌你们势利，嫌你们把这么美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丑陋的水泥厂。你现在说袁家沟美了，哎，那你当初刻苦读书，不就是为了离开这个让你憋屈的穷山沟吗？你我说咋不说袁家沟美呢？康文。你走出去，眼光变了。你现在可以像外人一样的看风景了，也可以像外人一样的说风凉话了。但是你不知道，在这个屁大一点的穷地方，俺是咋样子活着的。我管得了吗？
我就是个写文章的，不是曾国藩。对呀，你是个写文章的，你可以报道一点好的呀。比如说，俺学你上政改的成果。哎，你为啥非要跟个破鸟过不去呢？再要是因为这把保护区划到袁家沟，水泥厂就完了。感情朱桓不见了，是另有原因啊。既然鸟已经都飞了，这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不管他是飞了，还是被人藏起来了，我都要搞清楚。康文，康文，你说这人能长大不？我咋觉得小时候啥样子，长大了还啥样子？哎，得是的，哎哎。康文，揍你含着，为了这破鸟。你回来，嫂。又在拍照片呢。这么喜欢摄影，要不要上个学啊？我钱，我可以资助你啊。希望广场。我喜欢拍照片，不喜欢上学。一正经学的话，啥疼。刚拍的。回来了，你自个儿下面，妈歇一会儿。咋不动呢？妈，康嫂来了。呀，你咋来了？吃了吗？哥给你俩下面去。下点，进来，康厂子。长青，我是来找朱桓的。长青，英辉，啊，打电话叫你任怂、吴怂，还有同意到咱屋来。喂。袁嫂，哎，这大嫂急急火火啥事？不知道吧？快走，快走。吃吧，别的没有，油泼辣子灌够。文文，哎，小青，哎，来了没？啥事？都来了。还没吃呢吧？不用你吧，这一大早的还没裤子脏。文文，啊，跟我郎面去。王鹏、沈郎，你俩先坐啊。走。啊，面都下对了。啊。
是吧，上桥。 这尿咋在你这儿呢？我也想把它藏起来。为啥？帮你一把。帮我？我不是等着还要你的赔偿款呢吗？英辉看见栓牢藏尿了，回来就给我说了。我就想，这个尿闹得大家同学都做不成了，我就让娃。 既然都觉得不好，为什么村长还让我来？他撒让驴踢了。康文，咱俩以前的事，对得起对不起的都不提了。你不是想让我求你件事吗？我现在。 只求你，保再写这个报道了。这个主环要真是收到领导的重视，给建个保护区，那水泥厂就彻底得停了。那我的钱，谁赔给我呀？咱们同学里，我生娃最早，英辉眼看就要成人。 却成了这个样子。我这个当妈的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我总得给娃留点啥，是吧？你胡扯啥呢？不就是个飞兵吗？ 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尚青，别的我不敢说，温安鹏他绝对是个降阴期的人，你有钱他记着呢，他就是现在手头有点紧，等他有了闲钱，话都多得很，哭啥求你嘛，老子有的是钱，没钱怎么唱着卖的，该分的分，该还的还，不要让人家说咱没良心。啊，哎，散了吧，哎，就完散了，要回，跟散了吧，哎，要回，哎，要回，上青。
你咋回事嘛？哎呀！上个月，我妈去城里检查，医生说是肺癌。上清，你咋不早点说呢？ 谁不都得一死，不过是早晚的事情。就是宝不开心，空气已经不好了。再为这个事情不开心，不是更不好？康文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我就求你这一件事了。 主安人，宝藏嘞！他既然都能飞，肯定找不见了。就算抓住了，不也还让他飞吗？可长时间没这样跑了，痛快！你体力还可以吗，老的？真的是老的啊！ 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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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
知足吧你。只要是在古代呀，再几个到死都是泥腿子，俺还是起不了。也就是康文能紧紧赶考，说不定呀还能见到皇上呢。
等我攒够了钱，我一定要到北京去住，我死也要死到北京。康文，你老丈人得是政协委员。瞎说你，这不知道是谁说的。那个时候是我不联系康文的，北京那么多好的，我算个啥呀？连封信都写不好。哎，你可不能这样说，你是不知道当时俺女生多嫉妒你，人长得好看，又跟全年级第一名的男生搞对象呢。瞎说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孙淑娟不？他都死了多少年了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不是说我，孙淑娟那个时候就特别不服上墙，他还给康文写过情书呢。真的？真的。我那个时候跟孙淑娟关系特别好，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嗯，文文，我写了一封信，你给我看一下，行不行？”我一看，他写了两页字的情书，意思就是说，康文，我想跟你处对象呢。我说孙淑娟，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想了一下说假，然后就把情书给烧了。他说他就是看不惯上气跟康文在一块儿的样子，他还说让我去试一下，说不定康文会喜欢我呢。哎呀，我说康文既然喜欢上气了，就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，我太风骚了，不是男生喜欢的类型。不对，我就喜欢你。你胡扯啥呢？胡扯啊！你胡扯啥呢？叫你胡扯，叫你胡扯。哎呀，不行！于主编，看错了，不是朱鹮，就是当地很普通的白鹭。飞了，连张照片都没来及拍。好，再见。朱鹮，其实朱鹮还是挺美的。